苕皮大家都吃过了吧？炒米粉大家都吃过了吧？爆辣炒米粉的酱来炒一个苕皮，你们吃过吗？疯狂分泌口水。好好吃，搞个蛋。OK， 我们今天在家里来用爆辣炒米粉的酱来炒一个苕皮，重新排列组合一下。第一步，撕苕皮。一步好处理，泡上90秒。起锅，把我们的爆辣炒米粉酱搞进去。哎呀，红到发黑，加一大毫升的水。把我们提前泡好的苕皮搞进去。挂满酱汁，搞个煎蛋进去。小米辣、蟹排、午餐肉、馕、虾、芹菜、芹菜。张欣怡第一个脱锅。哎呀，有点干巴是吧？再浇一份爆辣酱上去。又是一份苕皮配了两包爆辣酱。该行为有风险，请勿轻易模仿，尤其是小朋友啊。 OK， 我们的背式炒苕皮已经搞成功了，再搞了一个串串，再搞一个喝的。尝尝，这个你超级诱人。咱们明明可以直接喝辣酱，还给自己个儿整了一点什么苕皮吃，疯狂分泌口水。好好吃，软软糯糯啪啪的，超级挂汁儿，把那个爆辣酱全吸满了。我真的是半成品天才，大人们你们一定要这样试试，太好吃了。我感觉比炒米粉辣多了啊，搞一个蛋吃，给欣怡泡一个蛋。你浅裹一下，还是让它轻微的接触一下。搞个蛋。你们做这个炒苕皮的时候一定记得加个煎蛋进去，这新疆炒米粉的酱是真的很绝，我下次打算在家里用新疆炒米粉的酱做个炒米饭。你没事吧？那不得辣死。这真的超级好吃，你们一定要这样吃。我嗓子已经哑了。简直是，家人们，我已经辣到胃里了。你看这个苕皮，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苕皮。我的辣从嗓子眼先窜鼻子上面去了。姐妹们，辣的时候喝点牛奶，喝点热水，喝点热藕粉，千万不要再去喝这什么冰的气泡水了，太恐怖了，上辣嘴皮子。别说，回救个蛋。又辣又过瘾。我上次说新疆的鸭头子能吃2个小时，好多新疆的鸭头子在底下回复我了，说确实我们真的吃炒米粉一吃能吃2个小时，尤其是爆辣的，边吃边歇着，辣到我今天连我的土豆片片子一口都没动。哦，来一口。有点大。现在一个头号都出来营业了，离谱啊。慢慢吃，我得喝点牛奶。 OK，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贝哥小贝哥小贝哥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敬大家一个牛奶。吃饱喝足，晚上睡觉。全国的素食千千万，我们陕西擀面皮请求出战。哇，土豆片擀面皮夹馍。太大了。今天整个擀面皮一份两份，微波炉打的老方便。
有面筋就很有灵性，油泼辣子一道菜，剩下的就是脚。有人说擀面皮像辣条，但它是酸辣香辣的，它不带甜。好，我们今天大家来吃陕西名吃擀面皮，然后再搞了一个火烧土豆片，然后再搞了一个土豆片夹馍，我们开吃吧， go go。 先来一口的擀面皮，好像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凉皮是吧，你们那凉皮叫什么名字？这好香啊，不酸。我有时候吃外面卖的那种擀面皮，我觉得稍微有点酸，我吃醋一般般。但这个好香，香香辣辣的，看起来像辣条一样晶莹剔透的，是不是？可有食欲了。面筋，我还在家洗过面筋呢。擀面皮自己做可费功夫了，但这个就很方便，三五分钟就吃到嘴里了。擀面皮那个面皮，你吃进去是香香的、辣辣的、筋道的、Q 弹的，但是它面皮子本身发一点点微微的酸，很好吃，因为它是发酵过一晚上才做出来的。搞一个西巴子土豆，不要这样说，不雅。火山土豆是真的，家人们，看这个土豆片跟我的脸一样大，我脸更大一些。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想要攻略的来扣攻略。三口都没吃完一个土豆片，拌那个土豆片的过程贼治愈，是不是？然后戴着手套捏捏捏。这期节目是土豆片爱好者狂欢，我们再搞了一个土豆片夹馍。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来看看土豆片。再搞一个擀面皮进去，是有这种吃法的啊，这不是我独创的，手套干净的，求生欲太强。哇！土豆片擀面皮夹馍，太大了！我每次吃土豆片夹馍的时候特别埋汰。香喷喷！你们来陕西一定要吃土豆片夹馍，一定要吃！你要是胃口小，你跟你的闺蜜一人吃两个，两个人吃一个。就外面这个饼子它软软的、糯糯的，然后里面的土豆片脆脆的，然后酱汁特别特别香，还再加个擀面皮，哈。有没有感觉代入感太强了，已经吃到嘴里了，就只能跟你的闺蜜去吃，或者跟你特别要好的对象去吃，不然太埋汰了。碳水加碳水，双重快乐。我感觉加这个擀面皮进去以后更香了，还带一点点酸味，全是碳水啊！你的土豆片碳水还在。你尝尝，你光鼻这样尝，谁还在旁边不停给我使眼色？给我留一口，给我留一口！哇哦，精华全在这一口，它这不油哦，你看着油亮油亮，但其实吃起来是香香辣辣的，酸辣爽口的。我们陕西有很多素食都走向了全国，擀面皮可能是里面最骄傲的一个，是不是？很多外地的姑娘之前吃过擀面皮，都觉得贼好吃，口味接受度比较高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小的小的点赞哦，下次再见。咱们就是说这个土豆片没有任何毛病，就是太大了，我吃起来有心理负担。